听阿扁啊主持的《有梦上水》。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午早，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的欢迎和感谢咱大家会当准时来收听收看每礼拜日下早时十点至十一点所播出的《有梦上水》第37集。我是阿扁啊，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就是咱上届尊敬咱阿扁啊，每年总统任内最佳拍档、最佳辅佐，咱台湾第一才女、上届有情有义的李秀莲啊，副总统啊，李副总统啊，是不是啊？首先，让咱大家来请个问候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早，大家好，非常感谢阿扁的总统带领了啊，过去啊。在征婚，那我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小见面。不过应该抗议啦，因为第37集才想到我哈，还过去遐尼久拢无想到我哈。这吼对我来讲是足大的冤枉啦吼。你想讲这幕要做不遐简单啦？哦，阿达开始是咧扮仙啦，啊，你这重量级的吼。副总统级的吼，绝对无可能讲他开始就来请你扮仙，啊，所以咱节目稳定了后，我再来拜托啊李副总统吼来上咱的有梦上水啦吼，啊，其实伫遮啦，哦，我想讲，爱向咱大家做一个报告，这是历史性的镜头，啊，加时刻啦，哦，啊，一位啊前副总统。啊，来上一位前总统的节目，啊，这是全世界来讲，我相信要找安尼其他的例啦，也无遐尼简单啦吼，这是历史性。啊，当然，伫节目的开始，我要特别，哦，人讲遗失遗功啦，我爱感谢咱李副总统。哦，遗失，我要感谢咱啊李副总统，伫我落难六冬瓜的迄个期间啦。你会使讲是啊，每一个月起码有一届以上哦，啊，入去内底来我关心啦。哦，这是所谓咱的政治人物内底，咱是第一个，啊嘛是唯一的一个啦，啊，非常的感动啦。啊，当然，伊讲我嘛得爱感谢讲，啊，有咱李副总统，咱唔到有这个机会，大家做伙拍拼的2000年来完成咱台湾。历史性第一届的政党轮替，有李副总统，那唔到有这个机会，伫2004年，那为着民主进步党第一届摕到全国性过半数的选票，拢总写着历史的记录啦，真正非常的感谢咱李副总统。我特别爱搁啊感谢，因为副总统若无总统来牵线，根本就无机会，尤其啊历史上几乎。副总统是免洗快用这届，啊，就淡掉，搁换别人。啊，我是唯一个很主席为主啊，会当连任哈，诶，副总统啊，当然就是永远会感谢阿扁总统的恳请。啊，免感谢我啦吼、啊，我是感觉讲这是天命嘛，是天意啦，是安怎讲呢？我想讲吼，咱这个节目啦，吼，时间有限啦，吼啊，要讲你的故事吼，要讲十集嘛，讲不了啦，嘛无够用啊，啊，所以咱将这个重点啊，放伫这个2000年、甲2004年的总统啊选举的前后啦，吼，啊，所以伫2000年吼，啊，未选总统之前啊，你爱记一个，你捌我讲过啦，其实伫1998年3月吼，我阿哥咧做。台北市市长哦，哦，啊，你咧做桃园县的县长，啊，你讲遇到一个奇人呐、啊，哦，叫做啊蔡祖胜嘛，吼、哦，蔡党的啦，吼、哦，凤凰的这个老板呐、啊，哦，阿姨啊，你讲，迄当时啊，你讲安怎？1997年11月，老朋友熊熊发生命案，1998年3月28日，补选就任。那么无偌久就知影讲，我从
来接办这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所以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第一这个华莲古办，我带团去。那么这个下晡时啊，去参观复兴。头家带动啊，第一次熟悉，伊聊啊呢上下打点，然后手啊那个也不爱让别人听。伊讲你甲阿扁啊讲吼，爱准备选总统。我讲爱都市长没，你再要选？你得要选。伊讲市长袂掉了，我吓着嘞哈。然后伊个甲我打听，讲啊，你嘛要做准备，一定会找你搭档。我不想我都卡无配，好，我就转甲放袂记了。是，佫无几个月，我带我诶县政府诶官去参观这个云林六千的建设。1998的秋天。对，阿巴士要转来中间。有人讲，会当来洗一下手者吧。所以临时巴士停落去，伫一个加油站。那么我甲女同事落来吼，要洗手的时阵，一个人甲下来，来，管住管住，来啉茶啉茶。就是加油站的老板，就坐落来讲，你好准备哦。我讲准备啥？准备选举啊。我这几个月前才选掉的，不，伊讲唔是。后届总统阿扁啊，总统阿扁也出来选吼，伊一定会催你，你要准备。所以非常奇怪。是啦，所以这是第一站，这个错当的故事我有听过啦吼，你捌我讲。但是你讲加油站的站长也安尼讲，我是第一届听到。临时临时停车啊，哎呀，拄着这个人啊。是啦，你也想讲1998的三月错当的啊，你讲的时阵，我是。迄当时就决定讲要来寻求市长的连任成功嘛。我是好甲蔡伯华直接我讲，啊无我真正就连机机，对啊，两个意见就对啦。我破冷水讲我市长袂连任，我爱出来选总统，爱招你搭档，我真正微博先低啦。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对啦，无可能啦，你感觉讲天方夜谭嘛吼。我嘛无想讲我市长会连任失败啊，所以。我当然会当见证一点啦，就是讲，迄是我亲自甲咱蔡党的吼，实施了后啦，伫2004年吼，即个要投票前，甲三天我去花莲，伫迄个机场遐啦，伊来我讲讲，阿扁，你连任无问题，但是呢，即个迄种会发生血光之灾啦，所以当时包括什么叫伊嘛看出来就对啦，但是伊讲现在无问题，伊看出来讲枯木逢春啦、所以呢，应该会当险胜来过关啦，所以这是我直接我亲自听到，但姑且听之啦，咱也袂使讲迷信，事实就是照安尼咧行嘛。人生有真多不可预料。是啦，是啦，所以讲到这的时阵吼，尾也真正就是安尼嘛，我市长连任失败嘛，刷入去，就开始嘛，开始。你讲即个已经1999年，其实甲三四月间的款，你要去美国嘛？我要招你讲见一个面，你讲无倒转来，搭见面嘛？拄拄你电话开是，我特别到桃园机场，因为要去美国演讲，是是。所以伫1999甲三四月间的时阵哦，咱约伫迄个敦化南路吼，台迄个演戏大楼的7楼嘛，联谊社那底下见面嘛，当时我就安怎你讲？我就是因为迄当阵柯新良先生甲你在要争取，你是不是要拜托我出面吼？柯主席吼参详吼，因为我选馆长的时阵。伊做我的主任委员，你做我的总干事嘛？我两个温情，我想讲要甲恁调配搭档，无想讲，你竟然要叫我甲你搭档，我足意外下意外。是啦，所以吼，我嘛无想着讲，迄当时我来想讲要甲你见面，佮当你的面，我着遐尼早，我嘛袂。比民进党提名做总统候选人哦，甚至内部还佫有这个咱讲竞争哦，我就你讲，如果我有机会
比提名做总统候选人，我要邀请你做啊，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来做上佳好的搭档嘛。哦，啊，当时当然我考虑嘛真济嘛，第一性别平衡嘛，好、哦、啊，地域平衡嘛，世代平衡甲专业平衡嘛。哦，啊，所以我考虑安尼综合了后的时候，我做这款的决定。哇！但是呢，也要讲什么个上佳行的用语啦，迄真正是超前部署哦，迄前瞻计划，啊，尾啊证明讲迄当时我的想法哦是正确的嘛，哦，啊，这就是天命嘛，天意。哦，你讲啊，啥物人要来你改变，拢总无法度，大位不可自取、啊欸，所以我完全无孝敬啊，总统嘛能证明我完全无清楚。本来是我主动邀请。哦啊、但是哦，咱讲国民党迄当时也捌曾经发生过所谓的换柱风波啦。啊，但是呢，伫我有这个心内这款想法吼，我被提名啊，这个之前啊之后，我拢总无改变啦。但是呢，咱迄当时的主席啦，林义雄吼，伊、有一届我叫去啦，伊讲话阿扁啊，你歹一条呢。啊，有影来，当时咱民调比人较歹啦，哦，啊，所以是咧建议讲，啊，是毋是会当去找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哦来搭档啦，吼、哦，啊，要请伊来做副手啦。啊，当时我直接我就讲，我讲那安尼吼，我讲袂出来啦，哦，那主席你有这个意思，应该得病啦，爱邀请李远哲院长来做总统候选人。哦，啊阿扁啊来来赶卡班，我做伊的副手，啊那安尼我来讲看卖呢嘛。哦，啊，所以当时呢，主席有要来换你啦，但其实咱也未正式宣布嘛，啊，伊就有这款的想法，啊，当有伊的考虑啦。哦，啊，尾啊，我去中间叫骨力抓，哦，啊，拜托，拜托，拜托，哦，啊，结果伊拢无答应啦，哦，啊，伊讲哦，其实呢，练的也好，爽的也好，拢总找过伊要来做副手搭档啦。啊，好在在我无安尼开嘴，哦，啊，但是迄就是天意安排，哦，到最后的时阵，咱。嘛是由一个水莲配哦，水星啊，这个落一种太平连开盛世哦，咱来赢到这个2000年历史上第一届总统的这个那个政党的轮替嘛，哦，感谢呢。啊，即阵你刚才讲林义雄主席有想要做这款的改变？第一次听你安尼讲，可能你过去不方便吼，在，但是一点啊都无意外了哈，因为总统毕竟一个啦，啊，副总统虽然感觉咧英明吼，嘛是敢那一个当选啦，所以后壁会动脑筋吼，拢真济啦，好不好？我也是永远感谢总统哈，我要讲2000年，阿扁总统个讲话，安尼认真拼，对。台湾历史吼有两大意义啊，除了吼长期执政50年的国民党吼和平转移政权以外，啊，佮打破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来开始两性共治的历史，这是无简单的。我做副总统的时阵是2000年，美国是全世界上民主、上富裕、上进步的国家。但是伊也阁慢咱20年，今年才第一次有女性的副总统。这是台湾的骄傲，这是台湾的骄傲。阁开始阿扁的总统足大的一个功德。啊，其实这是时势，啊，就是行到安尼来啦。啥物人拢总无多人懂啦。啊，所以呢，2000年讲讲讲，啊，2004年为啥物水莲再配？哦，啊，我一直咧想讲吼，2004年。咱要连任啦，无遐简单啦。你想讲啊，第一届讲啊，三卡度啦，出四个啦，39.3%哦。啊，所以呢，咱无法度伫迄款一对一国庆的连送配，哦，即款的安尼遐尼大军压境之下，咱阁要来继续连任成功啦。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咧思考讲，哎，说咧2004年胜选的关键在哪里啦？就是讲内部一定要团结啦。把这种得票率把它极大化了，哦，啊，那39.3%要到讲一对就是要50点进嘛，平均每一个县市咱个增加11%呢，哦，啊，当时咱嘛知影讲，哦，啊，连的送的国庆的连送片，2003年4月，因当做伙的时阵，开民调51%，请假调袂调，啊，我要连去要煞26%啦，啊，若要讲改善，阿扁也不应该选啊，哦，应该爱换人选啊，啊无。
人的一半哦，阿好加在哦。迄当时我买啊，我处理甲真好势啦，因为我知影讲关键是这几个查甫的天王啦、啊，哦啊，所以我一个一个安尼处理。哦啊，做一个铺排啊，了后啊，非常的这个圆满成功啊，但是完全无去改变着我自始至终啊，我师弟啊，啊你答应哦啊，我过来改，我啊你 promise 讲，我一定阁邀请你阁竞选连任嘛，啊嘛要证明讲，我第一届哦，我第一届的这个四年，我招你做搭档，这是无唔对的嘛，啊无听到味道，大家我讲换人，啊就代表讲我。对家己无信心嘛，感谢呢。在此感谢。啊，像迄当阵咱真商量一个口号，也是予咱个在线个，因为有一个个口号，就是台湾人讲，起厝起一半，师傅唔通换。哦，啊，如果你甲我换掉，就是这句话你就袂使用啊。啊，其实我想搁较重要吼，就是讲。因为所有民进党遐英雄好汉哈，大家哈拢进入势头啦。每一个人讲啊，我有外强的派系等等啊，干啦我这干啦好大好大哈啊，孤家寡人，互你会感觉较方便。其实啊，江湖一点管啦。做副总统本来就应该爱唯一效忠总统嘛。我若同款像因安尼拉帮结派时，你惊嘛惊死嘛。所以这个十波吼，想讲拢伫你面头前咧比讲个外交吼，啊我相信我安尼好呆啊，戴五光啊，戴孤单吼，其实就是知影讲，因为副总统的角色本来就是恶意来效忠，你不能背后还要拉帮结派，总统你懂有？是啦，啊其实哦，若无你啦吼，咱毋是讲赢两万九啦。咱是倒数两万九啦，哦，绝对啊，这个无法度人连任成功啦，啊，历史得阁改写了，哦啊，讲到这吼，那、这个列车啦，啊，旋转大安尼写，写讲啊，变啊，伫两千年就是演说，讲到讲啊，只要中共无意对台使用武力，那保证速不一没有。你讲这是美国透过 AID 历史这些普瑞泽要求我安尼讲旋转。你大概安尼写呢？总统吼，咱人的记忆吼，对，有当时真清楚吼，有当时会走刷新，对，所以这项代志吼，我的记忆吼，是你甲我讲的啦吼，啊，我即马，你即马讲无要紧吼，啊，我就讲记忆吼，总是有当时会走刷，唔是你走刷，我走刷嘛吼，啊，照讲你啊好认，就是我记忆唔对。但是哈，我会安尼写哈，尤其是甲普瑞泽哈，啊，诶，有某一个场合讲话的时阵吼，伊有讲起啦，伊有甲我讲啊，迄当时吼是因为中国吼会安怎会安怎，所以只要台湾吼，民进党执政吼，卖去挑战你吼，伊是有甲表示个，讲吼，伊感觉啦，迄当时传这个话传错了，啊，就是我一定是，是啊，当然你一定是有你的迄落已经接触啦吼，较听到啦吼，他是普瑞泽有甲讲类似的，但是普瑞泽讲的是唔对啦，现在呢，因为包道格吼，迄当时的台北处。处长啦 ，AIT 吼，吼，伊过来探听讲，这个，迄阵叫陈总统，吼，唔陈总统啦，迄阵叫迄、那个，那总是都迄个我称呼，啊，讲要来打听啦，包打听讲，啊，不，两千年，五二狂，就是等下要讲啥物话啦，吼、啊，我讲，吼，我讲处长啊，你放心，我拢讲过啊，拢总无意外，吼，因为我真清楚嘛，伫。两千年的正月三十，我未变迄落迄种，还未当选呢。哦，啊，我着伫总部的记者会，我着发表三部啦。哦，啊，刷入去当选了后，四月迄个迄落，这个四月十三的时阵，哦，两千年四月十三，意思讲五二抗之前啦，啊，我搁加一部啦。哦，所以三部变四部。啊，煞咧去参考咱李前总统和我，哦，讲不要废除国统纲领哦，莫去遐颠倒。啊，所以再加上第五步啦，啊，所以这拢总是安尼来啦。啊，这我亲自写的嘛，哦，啊，所以这是甲普瑞泽，哦，啊，甲美国，哦，拢总无关系。伊还佮我问的，啊，我讲我无阿讲嘛，讲啊，你放心，我拢讲过啊啦。哦，这是迄层，我、大家讲一个做参考啦，吼、哦。啊，当然，伫遮的时阵吼，咱就讲啊，这个大家较关心啦。
三一九吼，咱两个人调情啦。哦，啊，你什么？佮经过遮久啊？吼，啊，你认为讲这是阿扁啊自导自演的嘛？包括你受伤也是阿扁啊，你亏欠的嘛？你我透视319迄本书哈、啊，我做一寡研究，啊、因为我的专业是就是刑法哈。是。啊嘛，根据所有的公权力的拿用，等等所有调查，我好好比对啦哈。最后我无结论，但是我提出只有四种可能性啊，一个是蓝营哈、啊嗯，一个是绿营，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哈、嗯啊。那么我排除蓝营啦，我是讲迄个时阵连爽还不至于遐恶劣啦哈、啊。那么是不是因为赌盘的关系哈、啊，所以黑色啦哈、啊嗯，也是中共哈。啊诶，介入哈啊！我绝对未认为讲是咱民进党哈本身哈，尤其个所谓啊啊，你自导自演，就是我极力驳斥啦哈，而且蓝营的主张啦。但是不一样咧，有一个袁宏斌啦哈，伊写一本册内底，伊的讲法是认定这是北京诶一个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基础计划啦哈。那么，觉得因为我想讲重点可能讲吼，伊到底是啥物人来亏钱吼？这个另外一个课题咧讲未了啦吼。我重点是讲，啊，敢是我阿扁啊，家己自导自演啦。哦，迄当时你的透视319嘛写个足清楚嘛。哦，以你的第一手的观察。OK， 啊，我很简单，我讲红黑蓝绿，我拢做过推，就是我无结论，我无讲权力啊。但是呢，若讲伊本身自导自演，我就讲我用生命保证不可能啦。因为迄天咱头甲尾拢到底嘛。哎，连食饭的时间哦，哪食哪开讲。你像像我迄个水莲庄吼，泡啊，已经定价安尼吼，我讲哎，阿扁先生，我忽然间知影讲，咱台湾人是啊，唔惊枪林弹雨啦哈，啊，你哈哈一下，你讲，看见你唔替我挡子弹，你唔在会记啊？哎，你一点半时阵，你咱你这个安尼笑谈讲吼，啊，看见你唔替我挡子弹，啊，我伊那啥号你看，你看我啊泡啊定价安尼吼，无想讲十五分钟以后。枪发生啊，所以绝对跟阿扁总统无关啦。啊，我借这个机会透露，我迄个坐牢的男友吼，陈菊就任这个监察院院长，尤其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正式成立的迄个时，我阁将319这案正式提案，对嘛？监察院哈定心，我要求伊定心查案啊。啊，所以讲时间的关系哈。那我做一个319的结论啦。咱卖讲咱这个已经甲我做伙在场的李富会当做上佳好的见证，唔是我变啊自导自演啦。哦，你讲哪样？因的真调会啦，哈，哦，真相调查委员会在2008年正月11日提出的总结报告嘛，无认为整个的枪击案是我阿扁啊自导自演啦，咱卖讲安尼，吼，迄当时的这个迄个专案小组啦，是讲李昌义啦、啊朴树啦、华裔史太平所讲的，吼，拢总是真正的枪伤，唔是刀割，吼，啊，拢总是吼，这个已经唔是阿扁啊自导自演，吼，安尼，吼，啊，但是到这为止，啊，经过这久啊，拢总无一个我交代，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做无公平，是不是？所以唔才讲国家人权，我已经正式成立，我马上从这样吼已经提出，所以全面来监督哈，二零明年319对外个定心做者说明。好啦，好啊，咱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来，谢谢。欢迎各位回来节目有帮上水的现场、啊、我是阿扁、啊、今天特别来宾就是咱上届尊敬、啊、台湾第一
啊，这个才女啊，有情有义啊，变啊，八年总统的最佳拍档、最佳辅佐李秀莲啊，副总统啊，都加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啊，就是鹿晗秀作词、张荣达作曲啊，2000年诶总统选举歌《少年台湾》，真好听哈、哦。啊，讲到这的时阵哦，咱就搁倒转来讲啊，2004年啦哈。啊，确确实实会使讲惊涛骇浪啦，吼、哦，唔是讲啊赢到啊这个总统的这个选票啊，这个险胜两门到啊，咱就会当顺利来坐位啦。哦，啊中间有牵涉到讲北京的这个贺电啦，吼、哦，啊这阵你稍微简单讲一下。3月19就请以后，民调因为3月20大家投票。我是非常有信心，一定会当选连任，所以撑到迄暗，咱下票、演讲、刷，等到厝，卡开始大听。但是电视一日拍开，哇，蓝营吼，啊，一直伫号召讲，大家讲，所以自导自演在了，就在插中间、嗯。啊，我这边注意讲，美国只要白宫那宣布吼，陈水扁吼。当选哈，道贺，安尼代志就解决，我就知影。结果3弹4弹，发表一个声明，向台湾人民哈，道贺哈，没有向陈水扁总统当选人道贺。我来起惊，然后我打电话哈 ，Lester Wolf 哈，台湾关系法起草人，这位台湾人的大文人啦哈，好，哎呀，足关心，讲啊，即马伊知影讲一直伫要暴动迄个情形，啊，即无意中谈的时阵。伊才发现一项代志，就是美国的法律，就是一旦开票，对手哈不服的时阵哈，马上查封，然后选举结果暂时冻结。我讲唔是，阮台湾的法律唔是，票已经开啊，那去按中央选举委员会啊宣布什么人当选，就是伊当选。对手若不服，会使拍官司，除非这判决。改变，伊讲哎，我安两个或者都无同款吼，啊，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爱跟予美国知影啊。但是呢，半暝开始，枪伤也脚痛啊，到尾还啊，第二天去台大住院啊，啊，三天后都3月25报道个 AIT 报道个，要来啊总统府看过，迄阵就是讲个真可恶，医生你看脸上，来看你，然后来看我。不过我抓了那个时间，我真严肃跟伊讲，我讲，请问，阮这场选举是不是阮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伊讲当然，伊就讲奇怪，我来安尼讲。然后我讲，所以是不是要根据阮的法律？哈、啊，哎呀，同意。我讲，那阮的法律跟恁法律不相反。阮迄天开票结果，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阮两个当选，是安那，毕竟无敢道歉。伊讲啊，我唔知影有这个法律，你作关键、嗯，所以伊马上讲安尼好。我头我话讲，我讲话逐句你爱报你别讲，所以最重要两个法律无共，伊等于报告的，那么30点钟过来产生一大变化、嗯、啊，这关键啊，迄个时阵我也无时间跟你说明。我知道。啊，其实那个补充吼，3.19这个案啊，其实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讲始作俑者讲诶，阿扁啊自导自演，迄就是讲2004年哦3月19三更半暝啦，啊即、這个马英九吼甲陈文茜呐、啊、两个做伙开记者招待会啦，哦讲即个迄个3.19哦即个枪击案，这是阿扁啊自导自演，啊结果呢，伊伫隔年2005年6月27啦接受中国诶一个周刊啦、啊，哦南方人物。哦，诶，这个周刊，伊就坦白讲啦，伊讲迄当时的指控，哦，阿扁也自导自演，迄是足严厉的指控，但是，歹势，迄当时因是咧演戏啦，哦，伊来做黑片的啦，阿妈来咧做白片的啦，啊，来胡乱讲咱自导自演啦，啊，煞规个安尼，啊，大家人受到这个影响啦，啊，结果伊承认讲伊讲唔对，啊，凊彩讲讲的，啊，结果咱做卖，啊，搁得搁亲自部要拜托监察你搁来查看卖咧，哦，啊，这是我做一个补充啦，吼，啊，算你几句，无我算你几句。如果马总统哈、
诶，所指就是正确，伊有八年时间，为何三日钓鱼拢无？无啦，迄搭就无啦，所以就差无。佮做十六单嘛是迄个代志啦吼。啊，我即马佮讲下，再佮倒转来讲下，迄、那个白宫的贺电啦。啊，实际上咱所知影就是讲，依照咱的法律，伫讲三月即个前二十吼，啊开票了后，啊，啥物人加票，啥物人减票，啥物人啊当选，拢总是一个初步啦。哦，初步的统计，但正式要讲啊，什么人当选，就是依咱的选办法，哦，爱等中选会，哦，啊，伫投票了后七天内底，哦，啊来确认这个当选的名单，迄才是正式法定的宣布啦，哦，啊，所以美国就是咧等这个啦，吼，啊，等这个白宫啊，这个贺电来嘛，啊，结果白宫贺电来。尾啊，诶，整个发展呐，我换掉两个部长啦，即可能真侪人无啥知影，就是拄只咱李副总统有讲到啦，即太重要诶啦，哦，啊，美国诶白宫贺电来，哦，啊，你想讲，啊，即代志，就是中选会爱来确认即个当选诶名单啦，啊，白宫贺电来，啊，是毋是啊对外来？公布啦，啊！结果呢，中选会同时主任委员就是用这些，那袂使怪伊啦。后去后那下的人哦，那冲入去中选会啦，伫迄个三月二日啦，啊，煞无多人开会，开到下晡四点才确认讲当选的名单，啊，要摕出去卡面广告栏要打，啊，随打随抓条，随打随抓条啦，啊，到尾后咯，惊暴动，啊，所以呢，用这些讲提前的啦。等于出了对了，我惊一条讲，啊，无完成这个广告的手续啊，无翕相，啊，你让我回去，尾啊，我叫人搁啊叫回来，啊，才完成这个手续啦，啊，所以先完成中选的广告，咱哦，这个当选的名单了后，安尼美国贺电来嘛，哦，啊，贺电来，啊，外交部接到，是不是要对我来公布？结果呢，我想啊，奇怪，啊，接到这些重要的代志，啊，卡面上的空间，啊，你搁无对我？啊，即、这个已经宣布，啊，人才会知影就对啦。哦，啊，结果才知影讲，啊，是简又新部长、外交部长，讲其他卡面的群众，我冲去外交部啦，安尼啦，啊，所以即个阿调咧，好、哦，我气一个时阵哦，不止中选会的主委，不要换掉，王杰生不要换掉，就是安尼嘛。啊，人外交部部长啊，无法度，安尼只有换陈东山哦，第五一讲之前，咱来即个已经接任嘛。哦，啊，所以为着即个白宫贺电，换掉两个部长啊。我保证哈。是因为报道来时，我有甲讲起，我讲啊，拄明仔载，即阮的法律明仔载中选会会确实唔前，你看明仔载决定。所以下心就是确定的问讲，确认是不是中选会已经确定，吼，啊，才几点钟过来，吼，透早就确定的叫。对，对，啊，所以其他过来讲一个惊涛骇浪吼，差一件买冰船呐。就是所谓的七日流产的柔性政变啦、啊，我想讲吼、哦，迄个遐尼重要的一个文件啦、啊，李杰所写的报告啦、啊、吼，哦，这个来龙去脉吼，我会记着迄当时你有我偷迄影本我给你嘛吼，啊，不然写写来对，啊，迄块唔知搁滴咧无吼，啊，我的正本去予特征组我考去啦，到时候无要还我，所以唯一的就是你的影本嘛，吼、我看好好哦，迄就是一个见证，我拢总是李杰遐哦写出来。内容我已经印进我的册内底。对对，對啊，这是足惊吓的一项大事，其实我做总统我嘛唔知影咧，啊嘛差一个去予因骗去就对啦吼、哦，就是讲咧。这个已经啊，三月二三，哦，三月二三，哦，啊，迄、那个曹文生呐、啊，哦，啊，伊就贤命，哦，讲要求见李杰，迄当时做参谋总长嘛，哦，啊，三月二四，啊，拜三，一再是十点四十五分，啊，两个就见面嘛，哦，啊，就表达讲，哦，这个因已经甲诸位亲戚大佬商议了后，哦。啊、希望总长也能够称病住院，就是讲比较部长汤耀明，吼、哦，讲目睭疼，讲去大医院，啊，讲要辞职，吼、哦，啊，希望会当安尼比照办理称病住院，对当局形成压力，结果去吼，即、這个已经李杰总长悍然拒绝了，吼、哦，伊讲吼，伊绝对严守军队国家化，吼、哦，啊，就安尼啊，啊，所以规个那即个流产。哦，这个所谓的柔性政变，哦啊，所以我讲这集啊，这真的是历史性，哦啊，当然我无扮任何一个人啊，哦啊，总是咱到尾啊，咱会当安尼稳住
李杰没有接受哦，这些所谓经济大佬他们的商议建议，也能够称病住院来对当局形成压力的。所以李杰确确实实真的罩得住了，不是汤耀文讲他罩不住了，是做做三党的部长。我保证就是讲，这个三月二十开票，咱当选以后，那也马上开始鼓吹吼，散布谣言，然后愈来愈侪人在遐的中间。啊，下班甲暗头的时阵吼，足侪群众的人吼，换便服吼，伫参加这个示威的抗争的活动吼，啊，内底就散装吼，就是要准备要装便这款的吼，有真侪真侪的证据哈。啊，其实吼，美国吼，迄个包括杨树地处长啊，嘛一再我重申强调了，伊讲美国无支持因安尼做啦。哦，因支持一定要和宪啦，要和华啦，要和谐啦。哦，伊讲这就是因的三和政策啦。哦，啊，所以咱来感谢美国，迄当时无支持。哦，迄哪样？哦，因的部委去出的对啦。吼，哦啊，所以伫只咱就会当了解讲，啊，今仔几个吼，即个政党轮替，甚至啊第二任，佫会当佫来继续。哦，啊，我嘛爱感谢咱李副总统。哦，啊，你嘛伫你的车内底有去写到一句话啦，伊讲你是历任的副总统。哦啊，出访上届坐一个，你是不是有安尼写？有八年哈、啊，出国十一摆，二十个国家哈、非常感谢。第一点就证明咱陈总统非常重视外交。台湾伫国际地位这么艰难的时阵，外交非常重要。啊，第二点，我感谢你对我的信赖，至少我每一次出门都顺利哈，都来啊，并且无所谓讲做外交是一定爱提钱，所以我唔要炸机票出门哈、我就是用柔性的方式哈、来传播台湾柔性立国的理念啊，所以嘛啊运气真好。过来就是我女性这边哈，也白啦啊，所以呢。啊，尤其中美洲嘛，真侪副总统是女性，所以话一见哈，如故跟他姐妹啊，反而外交本来就是交朋友嘛哈、所以我应该不和你失望哈、有真侪国家新当选、总统改选、新的当选选举的时阵，拢讲伊哈，那当选要跟中国建交，啊，你派我去行一撮哈，啊，甲打邦交国，像迄个马绍哈，甲打个好些年了，二十档啊哈，所以外交是。九万呐，外交是做朋友，阿真感谢你信赖我，好我有机会吼。十一届的柔性外交出访啦，哦，阿副总统出去十一届啦。啊，你想讲吼，到目前为止啦，不管是阿扁啊之前，阿扁啊之后，到目前啦，有对一个副总统会当出访十一届，没有吧？卖讲出国啦，老实讲，真侪人甲我讲，讲刘总统，你已经下任遐久了，你阮敢那副总统敢那会记得你啦？即卖副总统是上啊，啊，在中间我拢嘛唔知你做啥物代志，无声无息。是啦，是啦。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啦。是啦，是啦。啊，只有对家己有信心的总统，才会充分信赖伊个副总统哈，好伊去发挥啦哈。啊，真侪总统当选以后，逐工就烦恼讲副总统吼，唔知赢过伊啊未哈？啊，所以按这当按这些哈，啊，所以副总统跟他无缘，跟他泡沫化去嘛，但是副总统跟他泡沫化，所以我是为这些同事抱不平了哈，啊，非常感谢，非常肯定，陈总统哈，对家己有信心，对国家哈有愿望，所以这个爱我配合伊哈，全力的发挥哈。我其实两千年了哈，要来拜托你做副手的搭档的时阵哈。嘛，先做参考。啊，我的太太吼，伊话讲一句话，讲你若真正熬，你就爱找一个比你更加熬的人，才当证明你熬啦。啊，所以你找李副总统都无唔对啦，伊比你更加熬。有影，真正伊就是安尼讲的。哎，让我更加大的这个信心嘛。当然，大部分我杂音嘛，但是尾啊，哦，这句话真正让我足大的一个应用甲信心啦。感谢。哦，啊，当然除了讲这个外交的这个出访以外啦，吼，哦，啊，我嘛支持你这个什么 DPA。
EPU 啦，哦，民主太平洋大会啦，这个联盟啦，哦，这万转当中百分之百你支持嘛，反嘛做请呀，做成功嘛，嘛替台湾做一个宣传，对对对，就是做这個外交的这个空间啦，哦啊，包括讲安尼过去，这个副总统无可能扮演的这个啊，这个角色参务啦，像讲大金坛，哦，咱讲金粟会谈嘛，哦，啊是讲这个迄个军中的行程啦，哦，我尽量来当的时阵哦，咱是应该做回去嘛。哦啊、所以我是在讲，哦，这些真真正正啦，未讲何副总都变成升官厌恶，其他代志做会了，尤其到尾又搁你负责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啊人权咨询委员会，哦啊加这个科学啊科技咨询委员会嘛，哦这两个委员会，啊我嘛跟你邀请全国的精英来，对，我刚刚超过六档，哦啊做个下下桥，当时啊你先简单讲一下。简单讲一下，我记得这个金权咨询委员会上个大一个贡献，就是讲党下这个前面安奈主文。好，一本册吼，这 White House 白宫，伫检讨美国200年总统甲副总统的关系哈、结论是讲，凡是总统吼英明在世吼，迄当阵表现足好，伊副总统拢有能力，有机会互伊发挥。对家己无信心的总统，都会束缚伊的副总统。结论是安尼，所以因为你对你家己有信心，所以你有信赖我，会当来保吼、哦、来帮助你安尼，所以我来甲你感谢。好啦，我一句迄个哲学啦吼，即、這个已经用人的哲学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啦，啊，既然要拜托你做副手啦，哦，我绝对无任何的怀疑嘛，所以充分啊，这个授权啊，让你也当尽量来发挥嘛，哦啊，所以伫这个科技咨询委员会，像全国的这些科技的精英。啊，那个汇聚一堂啊，哦，替国家提出这些的这个建议，哦，啊，参考意见嘛。当时讲，因本来可能是难的嘛，对，安尼来以后，做真难，结果大家嘛都认同。对啦，为国家做代志嘛，哦啊，尤其这个已经啊，这个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中间，哦啊，去面对一个足大的争议啦，哦，行政部门啦、啊，特别是经政署嘛，哦，一直讲啊，前面按捺指纹啦，徛在因这个要以持这个治安吼。诶，这个本位立场嘛，啊，但是违背这个人权，诶，这个法律嘛，哦，啊，同时我也给你我建议嘛，哦，啊嘛，干嘛讲这都爱上大法官解释嘛，都万万。哦，这个迟迟以为不可啦，哦，啊，就是讲未使全面啊，这个按捺啊，这个指纹啦，啊，咁是安尼，啊，尾啊，大法官加2005年的9月28日，哦，第683号的解释出来嘛，哦，这是违宪，啊，咁是安尼，是我补充哈，就是迄种是有阵迷失啦，讲若要破案吼，需要靠指纹啦。啊，全国每一个人指纹啦，拢吼去让警方掌握较好破案吼。啊，所以呢，立法院也通过预算啊，内政部嘛已经发包吼，讲要全民要换这身份证吼，每一个人拢爱戴手印嘛。啊，一般人就好有破案，但是无想到讲。全世界无一个人诶，这手份是同款的，所以你戴好伊啊，为了换身份证，你戴好以后，那么政府要安怎保证这会当保留真好，袂去用利用去？若要犯罪的人吼，凊彩偷摕别人的指纹哦，伊就有办法诬赖过去哈。所以我阮这个人权会有这个专家，到尾怎来讲啊，足重要。所以预算拢编啊，已经是迄落嘛爱紧急处理哈啊。第一就是全国啦，指纹拢提出火，你国开每一个案，你要全国一个去对吼，迄国家无可能破案。第二，迄、个警政署甲讲，真正破案唔是指纹不是唯一的证据嘛吼，等啦吼、啊，迄项时间真紧迫，到尾行法律途径，所以后再由总统裁决。邀请民进党的立委，我会去买啊，是由这个党鞭赖清德哈，什么副总统啊出面吼，叫大法官做紧急的解释哈，宣布违宪哈，啊，怎样才有效？所以这是足重要，就是讲，陈总统领导之下，家己的政府哈做唔到代志的时阵哈啊。有这个道德勇气哈，有政治的承担，马上吼用法律的惩处
自我求证啊，但是现主席诶，民进党政府吼，啊，像足侪人拢咧讲，即摆民进党威权太大，无人敢是哈。不能触怒天威，做唔对代志，你嘛爱搞恶论吼。所以、哦、这是我一定要讲，陈总统有这个独特勇气，知影唔对的时阵吼，用尽办法。但是我呐依法，我嘛是研究规划才研究出来，讲哎，只有大官会当来套这条线吼，啊，就是真短时间完成这项。是啦，所以非常感谢李副总统啦吼，啊。副总统八年任来做遐尼济个代志啦，我感觉上个大个贡献之一，就是讲会当党下全民按耐主文啦，我变作是国际人权吼，而且咧最大的笑话啦。啊，若无冤错假案，你国较少。对，是安尼。啊，佮另外就是讲，哦，即个较早米勒多事件、军法大审的迄、那个、迄、那个种啊法庭啦，啊，加迄当时关联的迄个加压啦，迄嘛是因为你的建议。哦，阿妹啊，咱在动工，国防部本来要听调嘛。我去参观，我带外宾去参观，都快开始在讲嘛，哈、哦。哇，我就惊一个回来，甲总统报告哈，伊讲你状况哈，收关好啊哈，啊，去改变做人权的纪念歌。真感谢你啦哈，啊，咱过来听一条啊好听的歌曲。相信台湾啊，这个卫兵就是228看守啊，伫华府而且的镜头啊。最后，咱要请李副总统来介绍，伊最近有一本新册《两岸恩怨何时如何了》。如何了？哦，不是何时了，如何了？你是我简单介绍一下。是啊，时间过得真紧哈。就是阿扁的总统2000年跟2008年退休啊一段时间啦，那民主运动啊也经过真久。我说伊去年这个疫情真厉害的时阵，我闭关自守，伫思考台湾何去何从，那么有深深的感触，就是这一代的台湾人去予蒋介石跟蒋经国父子绑架，因为因伫大陆对抗。共产党啊，那么失败，招来台湾以后，这国共的恩怨情结拢带来台湾。你无背反共，你就爱掠爱关，思想有问题，无甲你清洗。那么累积起来，这个、台湾甲中国这个恩怨哈、啊，是啥物时阵才会当来掏棒？咱无可能导航。今日的台湾是非常有信心。全世界哈，拢非常啊，甲咱尊敬的一个啊，虽然无大，但是
辣椒那些唔免大粒哈。那么，所以我有一个专心的想法，就是讲，咱这一代的十字架唔能叫后代来评。新的时代有足侪变化，所以咱应该用开放性哈，开创性来想未来啊。时间的关系，我只有提出双两岸关系，就是唔是两岸关系，就是解决甲中国的关系。咱嘛爱开创甲太平洋彼岸美国的新的关系。台湾甲中国真近，但是甲美国嘛无远。这个经营台湾海峡甲经营太平洋，啊，同款重要。那么，如果这也能经营成功，双两岸成功，咱一定爱甲中国啊，重新思考。所以我简单讲，如果大家也同意，台湾甲中国实在是近亲呐，啊，是近邻还是远亲甲近邻哈、啊？那么，甲美国这边，咱先爱，咱厝边日本甲韩国这三个国家，咱先爱团结起来。所以我提出一个，第一就是咱。台湾、日本、韩国应该建立东北亚金三角。那么最近哈，我这本册哈，一个月来哈，韩国会出版，日本呢年底也出版，然后美国往往明年出版，就是要建立这个金三角。